各位朋友大家好，咁高兴再次同大家见面。咁今集咧亦都系我哋电子书招式里面嘅最后嘅一集。咁今日我哋呢个连环格打横蹬腿咧，咁啊之前我哋嘅招式动作里面咧系冇用到一个脚法嘅。咁今集里面咧系会有一个脚法嘅用法。咁究竟点样横蹬腿呢？咁首先咧，大家先睇片。好啦，大家咧刚才欣赏到咧我哋嘅同教练嘅啲示范。咁喺呢个招式里面咧，我哋其实系有攻防兼备嘅。咁亦都咧系有一个对方用脚踢嚟，我点样防守？咁对方连环攻击之后咧，咁我点样去防守之余咧，去抽一个位置出嚟咧，系用我嘅脚咧，用一个蹬腿咧去攻击对方嘅。或者咧，我再请阿余教练咧同我再示范一次。到时我系将一啲细致地方咧再同大家分享嘅。好啦。当我防守对方嘅踢嗰时候，你一拍，咁呢个拍脚里面咧，我哋唔系一个点拦截，我只不过将对方咧有一个拉引嘅动作，将佢咧系打开，我对方攻一、二，好啦。当对方攻嗰阵时咧，我呢边咧系马步；当对方另一横拳嗰时咧，我另一马步。好啦，呢度咧产生咗个咧就系我系俾我系做咗个起脚嘅准备方法啦，喺度。咁啊，可以防守之余咧，喺呢个空间里边咧，我系起一个横蹬腿咧，去攻击对方嘅腰部啦。咁啊，好高兴咧，连续嘅十集咧，大家咧都咁支持，咁啊定期收看我哋。咁啊嚟紧，大家有咩新嘅构思啊，或者有咩宝贵意见咧，可以俾我哋可以喺我哋嘅网上留言咧，等我哋咧系能够更有再多嘅进步空间。咁啊，再次咧系多谢大家收睇呢个节目。